涉嫌冤案通缉嫌犯施明德，台湾高雄人，现年39岁，身高178公分，犯了检举因案里查获者，罚被告奖金100万块，并且对被告的人绝对保密。检举电话：02-3143-456-3310-0-3816-3329-862，或者被告当地隔壁治安机关。惊是因为迄个时吼，便所康无答应我吼，规台湾电话条、电梯，所有的全国拢打要掠这个人啊！你若甲伊藏的人，想做集中，是不是死刑安尼？啊，我担心讲讲，哎，伊来找我迄款咯，我就想伊来找我，哎，这个真正来找我呢。我是后来咧想啦，真早吼，上苍就已经选我。在这个69年前，我去做这个代志。今天我会选这个甲柯文堂行的这个公益行动教会，就是因为公教会有非常的性质，伊是一个老会现啊变作一个有贴心吼传福音的所在。今天咱台湾若无长老教会，无今日的民主，因为咱当时几个牧师经过几啊的这个事变吼。啊，规个拢行出来，我虽然真感谢主，我咱台湾行到今日，大家当安尼过着遮尔啊自由民主的一个生活。1979年12月13日，下午5点左右，当局分别伫台北市、桂林市、桃园县。高雄市这个所在开始逮捕12月10日伫高雄游行的民主人士，抓到姚嘉文的74个人。施明德的混乱当中，对台北市信义路3段2楼的大个所在跳窗啊逃走。你也都是发生在12月7日嘛，啊，12月13日是大逮捕嘛，12月13日大概差不多6-7点左右啦，我的电话亮，啊，因为我房间无电话嘛，啊，阮太太去接电话，啊，接电话吼，差不多是30秒我就回来，我上卡电话，我唔知啥人。啊！电话中讲啥？问咱遮地址，结果差不多经过半点钟了后吼，有人来弄嘛。我问一个开一个，施明德头一个入来。这个时阵开始，施明德离阮家14小时。伊叫赵进之，搁在楼下打电话，靠山靠高文，问高文讲，伊遐有所有人啊大。高文当然是一口答应，阮怎啊落来坐一台客停车，吼、哦，啊怎啊去到吴文因家？牧师吴文当时甲因太太，甲两个幼囡仔，住伫石牌尊贤街因丈人因家，一间3房的公寓，住着9个人，
因坐头时，嘿，啊，再努力来阮家的楼骹，阮住四楼一段，因来到楼骹，到我头顶我就落来。啊，迄个时一刹那，我才看到努力吼，做回来。啊，所以这段落呢，我就先甲阮牧师娘讲，我讲有一个，我南部有一个朋友吼，啊。伊身体欠安，想要来台北就医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要来咱兜照大。我有三间房间，啊，就阮爸爸妈妈、甲阮阿嬷住一间，嘿，啊，阮四个人，吼、哦，小家庭住一间，啊，搁一间较细间诶，就是互阮弟弟妹妹因上下铺安尼，啊，是面的来，所以阮牧师讲安尼，即个房间都爱让伊。啊，佫已经开始通知嘛，啊，所以差不多，拢讲哦，迄、那个市面的头王，哦，即拢看迄个小广告吼，迄个警长发的迄、那个，各所在哦，电条声拢有，啊，所以安尼情况下面哦，努力，啊，都伫客厅嘛，电视客厅，爱伫主卧房，迄、那个中间差无几公尺，可能就静静安尼了，去甲探一下时，发现讲，哎，努力安尼足奇怪呢。改成伊不安呢，啊，所以阮两个参详了。牧师扭转摕一本圣经，啊，我就温温啊甲讲，努力安尼吼，啊，咱即马做伙来读一个圣经，啊，咱做伙祈祷，啊，伊就无反对啦，吼，无反对，啊，阮牧师扭就开始献，阮读一篇或者四篇，88篇。啊，然后阮牧师娘读圣经了，我就甲讲讲安尼，讲阮的信仰一定赢过国民党的奖金。伫我门人兜每两暝一日，市民的头家赵进利请求长老教会高志明牧师来救伊，由施水芬联系安排去林文丁长老因兜去每去十一天。拢咧多忙哦，阮尽量照伊的意思。伊想讲会当安怎，还是可能性怎么样？啊，会当安怎，阮就尽量安怎。但是阮伫遐吼，豆豆迄个圈子会愈来愈小，就是讲，这市民就多忙，改成伫某人的厝哦，吼，啊，佮上时间吼，长老教会总会办公室，高俊明呀，总会办公室，啊，这个。台湾新人院，就是阳明山遐一个台湾新人院，长老教会，甲这个台南新人院，台南吼，拢比超，这路差不多一条一直登去安尼，类似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讲全安努力，我感觉伊用来焦头烂额，用来想无办。吼，我嘛对伊拢伫安尼，唔知变哪呢？下一步变哪？爱全摕一张名片。伊讲吼，伊讲啊，唔是，我袂记得是名片，还是伊写着一个字条啊？吼，伊讲有一个电话号码，这是我的底牌啦。施明德的底牌就是柯政府，伊当时是电影圈出名的片商，却是唔捌是济参加政治活动。1935年出世伫台南关店大阿头的柯政府，五岁时阵得到开西装店的老爸迁徙去台南市。1947年二二八事件期间，伊的大兄柯文英受到当局逮捕。我故乡是故乡啊，啊是阮老爸伫台南市开西装店，啊西装店长今仔日会卖电脑小生啊，迄是迄布拢爱对海外入来，啊迄阵咧穿西装，毋是大家人有咧穿西装啊，所以迄阵若要结婚，就爱共借西装来穿啊结婚安尼，啊咧开头咯迄个时阵吼，迄、那个军官啦、啊，还是迄、那个。法院司法界遐高等人士，拢伫阮老爸开个西装店伫
做衫的啦，哦，迄时阵赚真侪钱。啊，后来台东啊战争的时阵，都袂当做啊，因为所有的外国的迄个部拢袂当入来。啊嘛，迄个时阵拢干那在训练，特别要战争尔啦。阮遐过二十八岁个啊，叫掠去，掠去时伊就安尼。叫几百个人，以上百几个人拢等因啊，讲这个青年是好人，啊，摕足济钱哦，金啊呢吼，啊去拜托一个福州人开表店，哦，伊讲伊有办法，啊，会当去甲你叫阮听歌出来对啦，结果拢无影，拢食去啦，伊拢总无摕去啦，到迄个几啊遍的第二弯弯到一个讲，去甲问看，是啊，你唔是讲要出来？伊讲无啦，恁的乡长来动啦。我老爸听一个气甲咧，阮遐个乡长是阮老爸换贴个咧，足好朋友啊，他有可能咧。哦，啊，迄个乡长足尊敬阮老爸，咱对台南吼，骑脚踏车足急安尼啊，骑台南永康新区新华，骑来到大头，安尼一个有胃病人吼，啊，佫急一个遐个，就啊急性个妄动炎，规暝吼，像迄壁落去爬起来安尼吼，疼啊！盲肠炎足疼个款嘛，一规身躯拢汗，衫裤汗几啊领拢，像咧存水安尼啊。到尾送台南嘛，台南来手术啊，手术讲70%，手术了讲40%，差不多佫算死去。柯政府初中、高中拢是读台南一中，老爸早过身，影响着家庭个经济。因起伊伫高一的时阵就无读了。20岁，伊接到林旺通知，分发是海军服役，被选为电信部务班。伫海军士官学校受训的时阵，甲施明德大兄施明正熟识，做兵三年变作无业之交。我拢着去熟识着施明正，因为阮是300个扣30个电信的部务员哦。拼搏拢，阮咧做运动，拢阮咧做10万公尺，阮咧走火洗碗算了，拢我咧哦。哦，台湾有一群的五星上将，五星上将，啊老将变大咧啦。就是讲，哦，蒋干跳冠军，啊若无就做写诗，就是诗人将啊。哦，伊诗写足好啊吼。啊，我是洪仁平迄个武术大行业就对啦吼。啊，徐仁平哥行话真好啊，真。会使讲，阮伫内面拢就伫咧做伙安尼就对啦。我赶紧要着叫剃光头去，吼、哦。啊，市民对因遐个看到我紧啊，伊嘛剃光头陪我安尼就对啦。哦，所以一个迄个好足无相像啦。哦，啊，以前因为我较早捌伫高雄做迄个美国个生理吼，就是迄个顾问团啊，特别。做到一个阶段，对泛黄的时嘛，伊遐家具都拢会卖出来啊，啊，阮就去家己买安尼。以前咱台湾也无迄个电唱机，啊嘛无迄个洗衣机啊，啊嘛无吼，所有的迄个物件、拍字机遐拢无啊，啊，因拢卖安尼来卖。迄时我捌伫安尼去哩高雄，吼，啊，因为迄个嘛是伫迄个做海军了退伍了后的代志了，对啦。哎，你身边因兜开旅社嘛？我都拢住伫遐咧，住伫遐免钱就对啦，啊，真好朋友来个吼。所以，迄阵身边对我本来是，甲伊是无一种小弟辈啦。哎，真早都身边对倒安尼，都拢参与伫即个政治活动安尼。所以伫进前个时阵，三兄弟啊。去掠去的时阵，三兄弟拢掠去哦，啊，一个一只飞机载哦，啊，迄阵我就伫台南，我伫故乡吼，我伫关店遐，我落那叫叫去啊呢，啊叫去，我就跟老母讲，哦，这就是我爱去警备总部啦，叫做台南部了，台南分部啊啥物啊，啊，我老母当然听到这，惊到到底吓，我讲袂紧啊，那兄弟啊几下袂紧啊。我就甲伊讲安尼，我就去啊。我话坐三轮车去，假使讲约一点啦吼，我差不多12点半，我就去遐，就驶去安尼吼。真早就去就对啦。哦，就真
坦然，袂像人安尼足惊吓，都我都唔知安怎，我就是这款型的人哩。那个财会财会就对了吼，我就去，啊问问咧，伊就问我讲吼，迄个时阵，徐明正的朋友吼，几个拢，阮遐平平做海军的拢听讲拢会去学去问着，几个较好个。啊，伊就问我讲，徐明正你捌未？我讲捌啦，我真好个朋友啊，我咧足侪安尼个，吼。啊，伊就讲，伊讲要组织什么活动，你敢知？我讲什么活动？伊讲，要组织一个。阿西亚联盟，阿利亚联盟，吼、哦，啊，要推翻国民党，吼、哦，啊，建立一个独立国家，啊，来甲亚洲组成一个世界第四势力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共产集团、民主集团、欧洲集团，而且吼，因都有这款的年轻人有这个梦想，所以吸引到迄个群都安尼，去建筑门的时候，我就讲，我才是知影，我讲，啊，你讲啦，我听有，我讲，真唔知影呢。到外国，这个，那时候安尼傻傻，搁遐尔啊，无惊吓的型，啊，大家足实在啦，吼，吼，啊，结果叫我倒去，我迄边我都无关啦，啊，因三兄弟拢去关啊，啊，徐明德迄阵是判死刑啊，吼，啊，徐明正甲徐明雄因拢判五档啊。所以到尾后来倒转来了，当然嘛是一个做好朋友。美军离手家私买卖做了两年外，伊嘛承担过工山工兵团、新中新兵训练中心做三部业务，后来转去引导管理家族经地农务，一直到30岁，因为亲友的介绍来台北电影圈工作。啊，到尾啊，我才会转去台北，就是。我这个丈人职啊，我这个丈人职就是我的董事长嘛，吼、哦。伊伫还袂我捌伊以前，伊去伫日本展览台湾的土产。我的姐夫伫新湖，伊咧做猪啊，珍珠啊，吼、哦，饲猪啦，饲猪做足大的。我即摆是咧讲，阮这个我的董事长，迄阵还袂做我的董事长，嘛还袂做我的丈人职啊，吼、哦。啊！因去日本咧展览一个土产的时，啊去遇到阮姐夫，啊因为我这个丈人叔啊，我的董事长，伊是排第六个，第七个呢是含我的姐夫，我大姐的先生吼，换贴的啦，无去日本以前换贴台了个，啊，就是因为底下关的啊。讲，予你请歹势来日本来招待，啊，你台湾唔知有啥物代志，咱拜托。阮大姐来讲，啊，我有一个弟弟，吼、哦，哦，可伊敢若较有迄、那个艺术天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看会当家用袂安尼啦。唔爱讲，我都是做电影，讲我电影真好啊，我伫迄个时较早电影真好了，对。啊，再怎啊，等下台湾得。叫我讲，恁大姐有交代，啊，我才怎啊进入这影圈。起来，我开始了，就是做这片啦，入来做这片。这片吼，拢制作电影，啊，后来状况无够好，后来我就转去买电影来发行影片。靠电的话，我就讲，伊就讲，我是啥物人啊？啥物人啊？吼、哦，我是哪里的朋友？我吼、哦，我啥物人啊？然后我都讲，你含我见面好无？我讲好啊，使啊。啊，伫底啊，伊就讲，伫来迄个地下骹咧，啊，伊是穿啥物衫咧啦？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就随队啊，伊对啊，行去真紧啊，吼，我就去遐见面，啊，伊就甲讲。这个徐明德哦，因为
规个南部拢咧抄啊咧，牧师管啥物有诶无诶吼，拢基督教、长老教会全部拢咧抄啊，所以一直抄起来顶边啊。所以即卖人秘伫即个林文顶遐吼，已经危险啊啦，要想要刷位啦。啊，所以今日才刷我遮努力吼，就是讲先着建议讲，弄会使啊，吼，即个人我可靠安尼啦。啊，所以伊才来跟我联络安尼啦。啊，我讲好安尼哦，啊，安尼啊有，来去甲伊看嘛咧，啊，做来去看是唔得啊，吼，啊，看就是大家，就安尼，那你讲烂一个吼，啊，了后，就讲要安怎来甲接落我厝啊，接落我厝吼，就爱等啊，迄个林文丁讲，迄个管理员迄班吼，拢刚才咧看电视，拢无咧看啥，拢足无负责任的。迄个时阵，你来通过好好做，哦，啊，迄阵要甲伊接出，我过日来去甲伊接的啦。啊，你过日要甲伊接吼，吼，我咧塞车吼，啊，随手弄安尼讲讲，你有咧看我无？你有咧看我无？意思，每一个人拢咧甲阮看咧。我咧困的房间好大，我带来困囡仔遐两站的，吼，囡仔才去困伊的。一个三角桌吼，迄四方的涂骹，啊，我逐日拢吼，甲阮太太揽的吼，啊，伊拢会来哮安尼嘛，惊甲会来哮安，啊，哮甲困，啊，我手甲伸出来，无我的个性吼，袂爱讲有这个动作，比较有大男人的一番教育啦。那视频店，你伫阮厝诶时吼，啊，电视会放迄个视频电视吼，哎，阮就导提供，甲妈妈讲去，好不？爸爸嘿，那个人很像那个阿伯哦。视频店伫柯正辉因兜伫咧灭期间，拢靠我们对外联络，林文丁也捌去探望，安尼比起来，嘛毋是孤单诶办法。我建议讲。即安尼避嘛唔是好路啊，一定爱想办法出去啊！啊，想办法出去偷渡以外，遐拢管制掉了，规台湾拢管制掉了。我拢有经政治单位话拢伫遐钓鱼，迄个可能有会存会缺所在，拢总管制掉了，规台湾咯。啊，所以对迄个时阵，我就想讲，只有化妆啊，改变脸啊，面来变一个形，啊，行出来都慢慢的啊。吼、哦，即为了办啊，即代志建议了吼、哦，啊，大概我问因，大家迄、那个，甲即个教总会啦，迄阵我也不是基督徒啊，吼、哦，啊联络啊，即、这个施瑞云，再去啊联络即个张文英。伫台中的张文英冒着职务监视的危险，去柯正辉兜，甲施明德做假喙齿，嘛伫无妥善医疗设备的条件下，改手术。迄有一点仔惨淡，林科安尼讲吼，安尼讲惨淡，啊无手术房，啊无消毒的器材，啊就是用牙医的迄器具吼，即简单的设备啊就开始安尼刮呢，真正就真刀安尼刮呢，啊就流血啊，啊我对迄个护理我也无经验，吼，啊就甲帮忙迄个止血啥一类的吼，其实嘛也不一定做得妥当啊呢！这段期间，报纸常常报道讲，伫某一个所在发现施明德偷渡的消息。不过，施明德明明也秘伫台北市西门町闹区的柯正辉因兜，可见是政治单位铺排的假消息。有一天，施明德以前的学长男友齐春台等约我们见面，说服伊帮忙施明德偷渡的计划。这个，徐春泰，在迄个时阵，迄几天中间出现，伊出现是透过林鸿轩，伊见面专家讲哦，阿文，我拢叫小明，阿文，爱放人啊，吼，这个较严重，我听一下哦，全火气呢，吼，我对讲讲，是要放什么人？伊讲哪里啊？我讲，哇，这个哦，这个，这个。代志呢，从个转为洪山遐去安尼，
啊，总是透过安尼洪双高讲，过来你转甲徐春泰直接联络，吼、哦，安尼啊，然后接受啊，这个徐春泰高讲啊啦，讲啊，我们说的吼，是毋是即卖一个努力伫队里带阮来看卖咧安尼？我停车的所在是伫咧瓜近迄个狮子林迄个所在，啊，因开车开位遐去吼、哦，我感觉讲应该先跑步啊，怎样伫咧地沟啊？拢阿未问过我，吼、哦，阿未确认安尼吼。啊，迄、那个已经去到努力遐，啊，我做信号工，啊，就是伫遮嘛，哦 ，OK， 我就伫遮。1980年1月8日透早，吴文伫因家附近被人抓到，同一天的透早，也唔知影情形的柯政府照常走伊的行程。这个不是我，伊就秘伫我遐，我要出来。要出来的时阵，多一个人，一个查某在咧嚎啊！啊，在嚎，我继续嚎，那就底下看，因翁吼，忽然间怎啊，心肌梗塞怎倒落啦！啊，有那款电影款的人啦，吼！啊，我就看到安尼，哎呦，赶紧，我就对迄楼顶吼，赶紧安尼，改用落来就叫，赶来叫119来，吼！啊，来了的时阵，迄个都甲送我走了，吼！啊！就叫我车就送去啊！啊，照你讲，迄规矩上爱摕一个红包啊！啊后夜要摕一个红花吼！啊，迄几日我就是，甲人约好势要走去北投，按电影看咧，就去北投。哦，啊，我就怎啊？用了我就119送去了吼！啊，我就去，啊，是因伫伫我厝啊！我来表示安尼，足正常上班安尼，拢无啥物吼，无啥物各样个型。啊，然后去北投。一间饭店吼，我阮就大家拢做一寡电影看的人，要去遐耍就对了。啊，要去的时阵，拄啊人遐边啊遐吼，特别有下有一个伫遐用这录音机的啊，吼吼啊我就看咧录音机吼，我就去爱过一支迄个拗的在运动的，我就把摕来拗的，拗一剥起来，当我去手都就甲出去啊，卡起来，我遐都流血啦，啊一空啦。所以，代志你要搞迄个反运，拢有迄个前兆、预兆。啊，了我倒来的时阵吼，就知影讲，拢围起来，人拢围起来，厝拢围。我就看，他遐徛一个遐徛，我无想象，我讲遐怪怪的。我赶紧塞去后壁去看，哎，结果我转拍电话给我一个我请的人，公司我请的人，哎，就讲如果。但是发生了呢。迄天下晡一点外，刑警人员伫柯政辉因家抓到施明德，柯政辉太太柯江金英嘛最济被抓去。消息真紧就传开，报社还佫临时印制号外伫街路咧散发。然后我就车驶入去，好，原来驶我当要，因为驶倒去村就看了。我就甲看，哦，四边拢围了，了我车驶到一半，一个所在有树仔卡的时候，我就停咧，拍电话阮小妹安尼啦。阮小妹第四小妹啦，伊讲哟，遐是毋是去掠着呢？我讲我知啦，就伫我厝里。阮小妹说，我未讲话啦，怎店面怎？我讲哦，你遐两个囡仔即马打打无人滴个啊，啊你二嫂啊掠去啊你吼。啊，当两个囡仔在要搞上吼，我你再去遐看一下咧吼。哦，哎，拢都无讲话啦，我电话放咧，啊，我车放伊对伊来去看啦，吼，哎哎吼，啊了，我就去投案啦，他根本做无投案。我要投案之前吼，啊，想讲我这入面毋知是安讲价的时阵，就无名无业，我咧食我爸一个，我食一碗红烧牛肉面，哎，红烧牛肉面吼，庞大吼。吃了像白水咧，完全无味啦。遐个阿公就爱来遮投案吼，我就当直行遐这边，就这个啊，这小厝入去内面啊，要甲投案啊，啊结果伊个阿公就爱伫迄边啊，啊怎啊都。就爱怪这边，这就是保安，保安警备总部保安大队啊，专门拢在抓人的所在啊。
三个月，我不见天日三个月，没看过一头。柯政府向警备总部保安大队投案，关于阿弟保安大队的地下室三个月，精神期间除了疲劳心神，并无受到暴力的刑求。了，记住的就是三个月，唔捌看日头啊！三个月拢地下室吼，逐日都咧问个，对啦。哦，啊，粉拢甲你放一摊，羊粉甲放一摊，互你食，我无咧，也无食啦吼。大家就叫伊当写自白书安尼，你安怎写？才写得到，明仔载过来，搁写呢？后日搁写，常常拢叫伊写呢。阮这人唔是政治人物嘛，阮这人是有爱心的人尔嘛，爱是宗教的人嘛吼，是同情人诶，都唔是做歹代志诶，所以伊并无遐尼虐待啦。哦，啊，当然我问三暝三日拢无困哦。自即个代志发生啊，到掠去，到我出来，我从来毋捌感觉惊吓。还是讲艰苦，当然啦，对家庭个担下，这个代志以外啦，我无感觉讲这个代志，让我真伤心还是痛苦安尼啦。三个月后，柯政府将伊送去警备总部军法处警备看守所。这段期间，张文英也有去自首，当局又搁陆续抓到黄兆辉、徐水芬。赵进利、林秋基、林文丁，最后才伫四月二十四日抓到高俊明牧师。啊，但是要抓高俊明，开会开真久个份，所以阮这按教会拢抓了，高俊明拢也袂抓，因为伊知影讲伊是宗教头啊，啊，若抓伊个得失嫌啊，教会也嘛是爱抓，啊，要抓个时抓入去吼，就是甲关伫林玉荣个监啦。啊，林玉荣甲叫出来，啊，互伊带。啊，林玉荣要叫出来的时阵，已经因老母甲囝拢叫太死啊。五月十六日，警总公开审理苏昌实名结案，开放国内外媒体记者旁听。我伫遮迄阵伫判的时阵哦，我安尼，敢若一目屎一直滴袂离啦，都唔知啥物意思，但感觉足伤心啦，感觉讲太。太惊到即款嘞吼！啊，我看起迄阵伫起诉，迄个检察官伫念起诉文安尼，安尼伫错不成，你也错啦！哦，比方阿错对啦，所以伊感觉有愧恨啊。啊，无你上校呢？到后就讲念一个起诉文，我两个安尼皮皮错啊，迄错安尼有。本来我拢无爱编啊，啊我问讲爱尽量编啊，爱编啊，你安怎编嘛无好啊？你写到一大堆理由拢丢脸啊！哎，写伊都讲三字几字呢？不足采信啊，这几字安都无呀？你咧讲拢不算。一礼拜后判决落来了，伊甲高俊明被判七年，林文丁五年，吴文、张文英、林秋基共两年。赵进利、黄兆辉、徐水芬、柯江金英各判两年，缓刑三年。以前都伫保安处遐吼，三个月啊了，就是爱送过来这边啊，等候审判啊。哦，啊来迄阵，我就是关于这个件，关于这个件。在这个第四五间的中啦，啊了后判刑了后，我来刷去楼顶啦。在国内厝家咧关心，啊这个郭牧师唔就有哪咧关，啊因太太有送迄个圣经画，啊我就伫读圣经。啊我逐过呐读到上帝吼，我这个鼻就红起来，啊就酸啦，就感觉呢，咱想个咧讲爸爸呢啦吼。啊！就问问你隔壁，啊！我若读圣经读太咧，我未理解，我就写写咧，我问吴文牧师啊，啊，伊就加回答过来吼。哦，这圣经的解释是安那。因权有一个罗马头，伊喊我关监房啊。哦，本来我有还没咁样相拍呢。哦，伊想伊大罗马头，我管你去大罗马头，不管啦吼。啊，到当然是大家讲话无咧烧尿就对啦。到尾伊就出去拍饭啦，
我一直吹了，我当然伊嘛知影我，所以就那尊敬三分啊，啊，拢迄饭诶内面拢包两包分啊，掺连饭啊，炖着啦呢。啊，其实我无食分啊，爱分啊，我来分啦，刚刚诶摕互隔壁食呢吼。啊，是讲伫内面，啊，我甲迄个老王相拍吼，啊，因即个恶作了，我着着甲讲迄个对方无讲我呢嘛。因感觉这毋是歹人诶款呢。这段期间，太太关心家己的丈夫，把头家关系请家己的长官吃饭送礼。因都完全里面，他不晓得怎么样呢吼，希望伊的先生一旦过好日子呢，请因出去外口吃饭啊，送他们丢棒啊吼，了有奇迹，一家的辅导官就叫我去啊，讲不要，这个所长嘛叫我来，意思讲。不要请客了，送钱就好了。啊，我听了呢，我就知影七千六百个送钱，伊唔敢讲，所以我唔知影伊伫外口互人骗冷落。啊，我批下我拢认定，我的事业有在做，影片有在发行，电吼一切有在做，结果拢无，因为无人敢去做伙。像我迄个大汉吼，有残障，阿内次啊吼，就是迄个黄疸毒啊。所以呢，一去好好的先，人就较欺负啊。关于老爸歹人啊，伊说我当去好好，当无拍工。因为无办法陪囡仔成长，古政府经常写批给囡仔，那鼓励因，也会伫批内底画图送给囡仔。亲爱的家长，几次来的会面，爸都是最关心你的事啊。姑妈和弟妹的来信中，都说家长最近乖多了，也比较懂事啊。爸非常的高兴。是的，应该要这样子，不能老是让妈妈为你伤心，那就太不孝了。妈是最可怜的，你想，爸不在，妈不但寂寞，而且又要做爸爸要做的事，所以请家长你要做一个更好的乖孩子。背面这只鸟是爸随便画的。你看它是不是代表着光明和希望？希望这个小图能给你有益于引出好的感觉和正确的指引。在这有关八在里面，一生起只能写两封信，所以有书。原谅爸不能每次给你，但你们可以无限制地写给爸爸。好了，就是这些，下次再谈。祝吾儿聪明快乐。1983年2月10日，柯政府被移家去土城的仁爱教育实验所，这地是当局进行政治洗脑的处所。我咧读册，教授就讲，就是讲讲日本时代，有人咧讲日本吼，迄个教育治安足好啦。啊，因为伊啦做贼啦，你也着斩手，我煞毋知影贼啦，大家会惊。我讲你不要乱讲话。那时候小偷没有斩首的啦。星期一就请教授入来演讲啦。啊，那李鸿毅来，阮着大家拢走去听啦。我以前好演讲哩，啊用台湾演讲啊，来就是甲你洗脑，因为人教所迄就是要洗脑的两档嘛。考试啦，是非题啦，是非题，我都若欢喜，就拢个统统对，统不对，不要紧，反正你100分也不能回去了，你0分也不会回去了，也没退学哦。啊，都反正他给你教育了啊，形式上就要考试啊。万一两个月吼，都给一个人，给一班做分析，会主导啦，
哦，啊，那我一般来算，我一定算我啦，我就做会计员，我每天就开菜单给那个干事，那干事去买菜，我是我就伫厨房监督厨房那些，啊，我咧做的时候，所有的桌啊吼，我拢给洗个清气澹澹，啊，迄欠济犯人呢，逐日的荷包蛋拢我煎的呢，我一个人煎的，我煎大家人拢。四菜一汤，爱有荷包蛋呢，啊，馒头拢夹荷包蛋安尼食，足好食。我咧做拢，食甲足好就对啦。因为你袂当歪哥嘛。1984年8月15日，因为蒋经国得准减刑，柯政府得到加赦出家。柯政府被判刑的时阵，家产也受到没收，出家了后一无所有。拢是这个代志来，我就归拢去啊。后来我投资啦、电影院啥个啊买片，归拢拍去，上少了3000万以上啊，3000几万啊。因为我拍应该迄个月要赚足侪钱呢，哦，啊我。手内有六支片啊，5、6件戏台的吼，都拢无影的啦。啊，我出去了后，伊就来催我，啊，就来请阮大人去食饭啊，哦，啊，就要看你需要偌济钱啊，就要买收啊，哦，我讲好啦，我实在拢无钱啊，都空空啊嘛。我讲我若未来甲你讲啦，啊，所以我叫你教会先，人教会人吼，因为无人敢插我嘛。刚刚长老教会的人刚来抄我呢，啊，所以我去教会先代表讲，我们每个人都给你5万块，啊，干会啦，吼，啊，你呾每个月还这个还这个，我讲不行，啊，无现在就教会啊，有3个人，哦，一个长老，一个牧师，啊，一个因老爸有哪去哦，国民党个害死的二八事件的时，一人啊，哦，一个女性，伊3人这人提5万块花啦。哦，我就退了，我就足歹势啊！赶紧，我就想办法去标一阵花啊啦，啊，就要行因啦。无半个人要甲我退啦，敢若一个有得甲我退啦。做这个代志啊，到出来，到今仔日咯，若毋是上帝疼我，我嘛毋知要安怎生存。我未出狱以前啊，阮太太甲这个囝拢是到长老教会的团契咧照顾我。哦，包括因遐政治人物拢做伙，迄个吼夏令营有诶无安尼伫照顾啊，啊，互因会当成长嘛。啊，若可能有啥物困难，会甲伊帮衬安尼啊。自然因为大家拢咧照顾遮，啊，我自然我就会互带去教会嘛。啊，我入去了后吼，人就有哪尊敬咱3分啦吼。啊，主要我着伫因着互选做执事，啊，执事第二遍阁执事。哎，做两遍执事，才当选长老。啊，我了两遍执事了，我就选长老，搁长老，我做了74岁安尼。除了服侍上帝，伊嘛积极参加台湾的民主运动。啊，帮忙我就是一直帮忙周围啊，周围在选新议员，我都拢甲帮忙啊。我拢甲伊主持啊，那演讲的人无来，我必去讲啊，像单脚蹲啊。那我那个在啊，在后边一只在对啊，啊，我就车停了落来，我就徛在车头前，安尼个认啊。我恁是要对啥啊？我都有这个意思。我无惊你搁对了，啊，伊就无对啊。2004年，伊参加了国际定下组织的工作，并且担任3届理事。啊，我有受这个瑞典。一个女教授，伊认养我，啊，所以讲写批安抚我。但迄个批来，我一张拢冇看。我出来了就知啊，出来以后写张，佮寄伊含伊个孙啊吼，抱孙的相片来给我。哦，一张相片，一个查某教授啊，瑞典的，啊，听讲伊就是过去认养我的，啊，所以我有写批佮伊谢谢啊。AI 是咱台湾有3组以上。伊才要甲你存在，无伊甲你废除，你就无法当加入来。会长伫接来吼，啊，阮迄第一组啦吼，啊，到尾接来到高牧师娘，啊，到尾伊接服我了，我拢10几个啦。
哦，所以买过十几下来，我就报告所有即个政治受安尼世界即个哦受分掉的人吼，而即个事迹讲互伊听呢，讲互念互大家听吼，啊了后呾大都发到大家，大家拢签名 sign 吼，我们救援，请你即个国王，啊即个部长，啊即个啊即个总统。哦，你应该给善待，因为他们是一个爱国、爱民族、伊爱伊个国家，所以才有做这代志。人来给伊讲个啦。啊，因为吼，这代志是因为咱过去给咱救援，所以换咱给咱救援安尼，哦，是这个善意啦。近年来，都会去二二八纪念公园的台湾公益行动教会做礼拜，伊嘛经常应邀参加灵管活动。在国家人权博物馆的白色恐怖警备纪念园区，人权纪念碑依照受难年份，刊着历年为台湾民主受难的名录，柯政府有感而发。今天来这吼，看到这个已经尾声了吼，台湾今天会当争做这么民主佮自由吼，一款的国度吼，伫这个地形是封锁的。四边拢海走无路呀，啊是，拢是强权的殖民政权的统治呀，啊，佮最后即个一个较强力中国来即个国民党政府，伊遮尔啊，牺牲遮济人安尼，今仔日会当行到安尼吼，当然，本人有伊无伊毋知啦吼，总是都我有呾参与伫即个历史的一点啦，一点。我们刚刚这些人，特别安慰了，吼、哦。